人呐！打人呐！打他呀！怎么他一直在打我呀 ？Fuck！别被白打、啊、等两级吧等两级吧等两级吧。我没进化了，等三级就稳妥啊，能打过。打他呀打他呀，怕什么打他呀，我看老师我在被白打。行宫没了，金刚，你在干什么？晋级双杀了呀！我不能死。啊！不长记性呐！啊，是不是不长记性？是不是不长记性啊？问你话呢，你是不是耳聋啊？东西怎么不加？我的金币。他们 AD 已经是一个死人了。嘿，怎么样？我屌不屌？来一个骑士插死我！嘿，算了算了，走吧走吧。哎，那个心石怎么合来着？我要在天界，这样合成的吗？我的伤痕，算了，不买药，省150块。原力合击，猛然冲击。狠狠地干开了一个小逼溜。我是长枪的尖锋，百折不挠。
怎么没眼可以扫了？这扫个毛啊！差不多八分钟刷这个被动，卖了卖了卖了。挨不住第二下，呜、哦！一切都在计划之中啊！计划通。这怎么和第二个、第三个？先是，这合不了。你搞什么啊？赚钱就行，加油赚了赚。这眼都不知道放哪，放这有用吗？这放一个，这里放一个，这里要放真眼了。现在我们活在一座山峰的阴影中，凡是 AD 先死，他们不打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你知道的，我也很难做。他们不打我，你欺负我们 ADC， 英雄登场。
ADC 拿个头不过分吧？我就问你 ADC 拿人头有没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嗯，非常合理。要是升级错了会怎么样？能撤回吗？哪个是？笔记我先看一下吧。这个是血明。站起来，再和我打一场。杀完了自己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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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，多少钱啊？358，358。358，好熟悉的数字。我们辅助044，辅助负战绩不是很正常吗？大惊小怪，我直接当着你面跳大，怎么说？我辅助装升级过了。我打不到他，我能打到他，他还早把他嘎了。牢地你行不行啊？牢地还是我来吧。怎么你刚5-1的战绩啊？啊，真的假的哥们？怎么个事儿？我操，派克这什么操作啊，这么帅啊？怎么突然把我晕住了？ What the fuck？杀人剑哪有杀人剑啊？没有这个装备啊。他这个60秒啊，又不是永久的，他不是永久的，都是暂时的。
永久的吗？只要会流血，真的假的？是我的手足。你是主播，主播不知道，主播刚玩。主播也刚完呀，不再背负恐惧，一定还能再更。飞哪？主播，飞这儿吧。全部挡住了。Triple kill。我标的还挺准的啊、哦！我买一个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。我曾一诺千丈，便可再度攀登。看泉水，泉水怎么了？你家自己的雕像，这个，这个吗？利刃穿身，我仍毅然前行。别说话。什么雕像？没见过。会向天界高呼你的名字，哪呢？这个不是刚刚就有吗？它是暂时的攻击力，不是永久的呀。谁说是永久的？不是永久的，暂时的。全都是将死之上路啊，这个。这里面有个皇子啊，来人把他嘎了。变成黄金了，世界在动，天界止步不前。哦，队友发现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。我的命运是我手中的武器，武器。
啊，怎么又变成绿的了？你这搞什么啊？我不喜欢绿的，这个绿的太丑了。搞什么啊？不会有人喜欢绿色的雕像吧？我真无语了。复仇即是寒冷，处理高山的我并不需要。这应该没了吧？没了，消失了，不是永久的攻击力。但这个雕像还在。变成蓝的，你们越变越丑啊！搞什么？你要试试我的宝剑是否锋利吗？差点伤害，又变色了，还挺能变色的啊！不是很锋利啊，确实没把他瞬秒了，伤害不够啊，伤害低了。木刃在哪？没有木刃了吗？现在再来个幽梦吧，把鞋子卖了，买个幽梦。在我的身后有一座农场，不知道火炉上是这个。去你的！哦，这大刀位置放的不错，杀完了，五杀了，兄弟，五杀了，五杀了。再把这个卖了换这个是吧？好，等我有钱再换。事成之后，我将还挺显眼的这个雕像。他怎么把闪现摁掉了？一波吧，赶紧玩上单去了。
雕像又变色了吗？再来个蛮鹿，这是蓝色的，变成蓝色的了，好像本。